我是爸爸狐狸。Hello， 我是爸爸熊。欢迎来到我们的 Vlogmas。啦啦啦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交给警察叔叔的手里。一边叔叔对我说：“我没忘。”泡泡熊，你不要再唱了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我们的房间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对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和我们一起住呢。首先，这一位是来自迪士尼的小兔子，它是不是很美哦？然后，在小兔子旁边的是小黄狗 Pluto， 还有我们的阿鹏。前阵子，我和花花狐狸在垃圾桶里找到了它，哎，太作孽了。最后是我们的发财龟，我们的收入都靠它喽，耶！发财，发财！好了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哦，花花狐狸是不是有点太短了呀？我们的房间就这么小，你还要我介绍什么呀？嗯，花花狐狸，我刚刚唱的那首歌的后面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管我了。你没有爱心啊，我好伤心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 Vlogmas 就到这里咯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房间和我们的朋友。那我们就先拜拜咯。拜拜。爸爸狐狸，你就告诉我那首歌的后面怎么唱嘛。哎呀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唱。你这只杠杠的小熊啊。爸爸狐狸，你没有爱心，我恨你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后面怎么唱吗？请留言告诉我哦。拜拜。